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祝你新年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祝你新年快乐。大家好啊，我十分感谢大家的光临啊，我是郭以群啊，我想给大家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侨界群星的成员，陈安顺，我的拍档陈安顺，张翠云，黄丽英，何慧莲，黄文辉，黄冰生，好，我们大家在此祝愿大家圣诞快乐啊 ，Merry Christmas！ 还有，我想借这个机会呢，向下面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张主席的会长，还有就是印尼初中一个体力抵港侨语会的会长关永宝先生，还有印尼最高拼命抵港侨语会的会长邱明生先生。还有印尼收获抵港同学会的陈道明先生，还有老挝华侨华人香港联谊会的副会长郑凤英女士，还有我们资深的舞蹈老师叶秀莲女士，还有黄埔康乐会的朱贤金女士，还有电子琴师刘南飞老师，还有就是我们那个摩加嘎多校友会的会长傅顺斌先生，还有我们的跳舞老师何元豪先生，还有良辰美景的王有利先生，还有音乐老师唐美兰先生，总有我们的能歌善舞的啊 Dixon 哥哥。另外呢，我们很高兴啊，今天呢有那个摄影大师啊傅成良，还有设计的大师啊洛洛哥哥为我们摄影的录影。另外我们还有这个电脑大师和作家梁世和也将为我们今天的舞会搬上 YouTube、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么当然我们再感谢少不了这个喜来登啊银宝的老板，我们的靓仔哥哥阿 Ken， 还有经理啊 Vicky， 谢谢大家啊。现在请有现在有请我们的两个司仪给我们介绍，我把麦交给你们。各位来宾，大家好，祝大家圣诞快乐，身体健康。我是郭淑芬，我是陈世平。世平，你知道今天有多少人来参加舞会吗？那肯定超过100多个人吧？对，是168。一路放啊！希望在座的都一路放，一路放，因为我们的舞池不太大，所以控制人数在14人。听说有人买不到票，是啊，我们只能表示歉意，下次请早。圣诞舞会，你不会圣诞歌。所以我们开始就由我们的阿桃献唱《圣百十圣诞》，Why Christmas？Christmas with every Christmas card I write.
爱，没有回避，没有你的 pride， and I owe your Christmas is the white。一首轻松活泼的白色衬衫拉开了今天的舞会。淑珍，你穿的衣服好漂亮啊。视频，今天穿着华丽的女士们很多，非常亮丽，令人耳目一新。是啊，他们能给我们表演 Ballroom Watch 还有 Tango 两支舞蹈，由你和我们的安好一群伴唱。有请，他们是卢佩莹医生、赖秀菲医生、白蓉蓉女士、叶秀莲女士、陈爱燕女士、梁燕珠女士、黄佩玲女士，及齐武汉共舞。有请，请欣赏。Thank you.
to you to share. I close my eyes and clearly my heart remembers a silent goodbye could never put out the embers.谢谢，谢谢，谢谢。